我知乃是本朝一个鸿门县无才，九父母双亡，家业凋零，又日治粮荒野，教师学生无忧简单清出门，但有三餐未曾吃饭，您看我就要高了。我不明去之前你赵玉璧不知去再做大礼。
的天哪，这么大的雪，我爹怎么还不回来呢？我爹怎么还不回来？哎呦我的妈呀，我门口怎么有一个岗位呀？哎，他还有口气儿呢。哎，我说你醒醒，你醒醒。原来是问是啊姑娘。是我呀。你是个干什么的？我是个稽汉人的。哦，你是个要饭的。那你不去要饭，你躺在我们家门口干嘛呀？是天降这样大雪，其他无门，两腿疼痛，故而找我在此啊。怎么着，你乞讨无门，两足疼痛，好几天没吃饭了，多可怜呐。哎，我们家有的是现成的豆汁儿，我给你一碗半碗，你充充饥，你看好不好？哎呀，有的是吃，干得很费钱的。不要紧的，我给你炖。我多谢呀。哎呦，这外头多冷啊！这么大的风雪，干脆你上我们屋里喝去得了。哦，是是是是。呀，小姑娘。啊，我两腿疼痛，难以行走啊！你看你这个人，我都好心好意让你上我们屋里暖和暖和，你说你走不动，难道说还叫我把你搀着进去吗？是，但我慢慢地爬了进去就是了啊。对了，你爬进来吧。哦，是是是是，还真能爬。哎呀，小姑娘，我进来了啊。你这等着，待我与你起来。Oh.
原来是位老丈。老丈啊，新账还没还的老账又来了。你是个干什么的？我是个饥寒人的。哦，饥寒人是个要饭的。是啊。哎，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个干什么的？我是个盖头，是专管要饭的。啊，哎，要饭可也有个规矩啊。哦，不在我门口要，怎么跑到我家里要呢？我要是把你送到了当官，就得断入你一个私入民宅，非盗则窃。啊，哟，那是自己要进来的呀！啊，不是你自己个儿进来的。是哪位用红白帖儿把您给请进来的？不是哟，方才里面一个小姑娘，她叫我进来。年轻的人说话嘴上要留德呀。哦，你说里头那位小姑娘叫你进来的是不是？好，我把她叫出来问问。嗯，要是她叫你进来的。那咱们就作为罢论。啊，要是你自己进来的，啊，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快吃我来，我是要问的。快吃我要问的女娲，真是让我走出来吗？我回来了，我的家我不回来，我又回来。爹呀，您这是跟谁生这么大的气呀？我跟你，我跟你，我简直就跟你吗？您跟我生气，难道说我还有什么不好吗？嗯。孩儿啊，自从你母亲去世之后，哎，我把你这么大，拉扯到你这么大，我可不容易啊。今儿个早晨起来，我给人家照应喜事去了，哎，你怎么把一个卖零碎绸子的弄到咱们家里来？这让街坊邻居看见了，这观之不雅。我是你的爸爸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我说你什么好？我说你什么好？爹呀，闹了半天，感情您为的就是他呀？啊，可不为的就是他吗？您别生气，听我慢慢的告诉您。那你说吧。清晨起来，您不是给人家聊历喜事去了吗？那是咱们爷们儿的公事。我瞧这天也不早了，还不见您回来。事还没完呢。我呀，就到门口去瞭望您去了。那是你的孝心。可是没想到，偏偏的就遇见了他了。哦，他怎么样啊？他躺在咱们家门口，眼看都快没气儿了，哪有见
见死不救之理呢？再说咱们爷俩不都是热心肠的人呢、啊、不错，咱们爷俩都是热心肠的人，可是、啊、你得问个明白呀、啊、你。我问他了，他说是个饥寒人，有好几天没吃饭了，我听他说的怪可怜的，我想咱们家有的是现成的豆汁儿，给他一碗半碗的让他充充饥，这不是救他一命吗？您瞧您回到家来也不问个青红皂白，就跟女儿发那么大的脾气，爹呀您瞧您至于吗？爹呀您瞧您至于吗？哎呀爸爸，我没问明白，我错怪了你了。哎，整个的那个豆汁端来了，端来了，都凉了。哎呦，凉啊！老张，凉的我也将就了啊，凉的也将就了。饿坏了，来来，饿坏了，饿坏了。哎，哦，是。啊，谢。爹，我再给他端点热的。端热的，端热的，端热的，慢慢的吃，慢慢的喝啊。爹，热的来了，热的来了。来，我给你跪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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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烫，哎呀，烫着了，烫着舌头了，慢慢的喝啊，快了，慢慢的喝。哎，对对，吹吹好。嗯。王饿极了，真是饿极了，真饿极了。等着咱们刷碗了，道长啊，不坏丢了，我又亮，哈哈，高兴了，太高兴了，哈哈，满花火。饱了喝足了管我叫大舅，我是你的大舅啊。啊，真的吗？我揍他。我真的啊，真的，我去问问他，问问他，我又称他大舅了。你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了？你怎么吃饱了喝足了 你管我爹人叫大舅子？哦，老张他听错了，我讲的是大舅之舅，不是大舅啊。哦，您说的是大舅。大舅之舅啊。这么一说啊，我们错怪了。鸡蛋鸡蛋鸡蛋。爹呀，嗯，您听错了。怎么听错了？人家说的是大舅，不是管您叫大舅子。我算算这笔账。算算。大舅，大舅。答大，哎呦，错怪了，错怪人家。哎，您接着往下说。老张啊，到俺身边转动啊，这朝鲜啊，好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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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问问你，哎，你吃饱了？吃饱了。
喝足了，喝足了啊，俩山字落在一块儿，此话怎讲啊？你给我请出啊，但是你跟我走啊，啊，我不叫你走，难道你叫我走吗？叫我走吧，我也只好走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！你们胆小，是。嘿，走得好好的，叫你回来干嘛？我有话问问他。你有话问他？哎，问。我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通情理呀、啊？怎么不通情理呀、啊？你怎么吃饱了喝足了，连个懈怠都没有，你就这么走了吗？方才谢过老张了啊！对，他谢过我了。哦，你谢过我爹了。是啊。那么你再谢谢我，你看还成不成？哎呀，这是要紧！哎呀，我误导忘了，误导忘了，这是要紧！这是让我认识领导都没问题，多谢新娘姑娘。是啊，来吧。爹呀、啊，我看他不像个九品之人，他怎么会落在这乞讨之中呢？这我哪知道？您问问他去。问问他去。您问问他。嘿，整个的，看你这样不像九品之人，你怎么会落在乞讨之中呢？我乃是本城一个红门绣花彩。姑娘听见了吗？人家还是红门中的秀才呢。哟，他是个秀才。秀才那跟咱们门不当户不对，那是怕的。哎，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啊。您问什么门不当户不对？这全哪，既然是个秀才，让他怎么会要了饭了？这我哪知道这些？可能您问问他去。不让他走吧。您问问他去。不哎呀，您问问去。问问问，很你跟你个麻烦劲儿，你是怎么弄的？哎，你正格的、哦、您能既是红门中的秀才，就是教教管也能混碗饭吃，为何落在乞讨之中呢？有父莫叫往家一叫你，用这样谎言叫声说声无忧，接待亲戚无门，
故而两腿疼痛，保护在你家门上，我不知小姑娘大救我命。哎，你帮着妹妹喘呢，你哭什么？你我听他说的怪可怜的，怪可怜的，想必他还没吃饱。哎，咱们家还有杂合菜呢，再给他点吃好不好？那杂合菜爸爸还留着剩酒呢。瞧您这小气劲儿的，好的都给您留着呢。那是你的孝心，金头巴脑的才给他吃呢。对，金头巴脑都给他吃。嗯，整个的，嗯，喝了咱们豆汁也饱了也暖了，让他走就得了，还给他杂合菜干嘛呢？那他光喝豆汁，待会儿不是又要饿了？不得了吧，他又不是我的儿子，难道我管他一辈子？爹呀，您要是真管他一辈子的话，那他不就成了您的儿子了？得了吧你，一碗杂货菜就给人当儿子的？哎，哪有那么什么儿子不儿子？您啊，这怎么回事？您过来。怎么了？爹啊，您看他是个念书的人。是啊，将来呀不愁没有出头的日子啊。比方这么说吧。怎么说吧，从今往后、哎、他呀老不离开您，不离开我，那日子长了不就跟一家人一样了吗？哦，日子长了不离开我，就跟一家人一样，那不是？啊！哎呀，人大心大呀！走走走走，你去给他热杂合菜啊！哎，我给你拿杂合菜去了，你可别走啊！你可别走啊！不脏的了，也不是，也不脏的了啊！哎，这一下子，你是吃定了我的了吗？哎呀，了了，相公请坐，请坐。请坐吧，还没请教相公，您的尊姓大名？孝顺墨镜。哦，墨镜墨相公。几杆失敬了。哎呀，几杆几杆。啊，原来是墨镜墨相公。哎，我说你讲理不讲理啊？我不讲理，我问了你半天，你也该问问我了。哎呀呀呀，我不是老张脾气，我先是把你耽误了啊。耽误了，忘了坏的。请问老张尊姓是？不敢，老汉姓金，打好单名一个松。哦，金从老张开始见了。岂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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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夫这次何生你呀？你问我呀？我是本城一个杆儿上的。什么叫做单元帅？
对对对，您别晃悠啊，我是个团头啊，不是什么头啊，您比划什么呀，我是个花子头啊，是是是，方才那位小姑娘是老乡的什么人？那小姑娘啊，她是我跟前的。哦，是你爱不敢当气质，哎呦，更不敢当。大笑，哎呀呀，您捧得高高的，摔得娇娇的。是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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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不知他多大年岁了啊？16岁。哦，你是如何？6岁。嗯，正在妙龄之年。哎，老大不小了。但不知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金玉奴。来，一定是那金银之定，不错。白玉之师的，奴家之奴。对，就是。哎呀，好一个鲜亮的名字，好一个鲜亮的名字。怎么了？你怎么把它吞下去了？你是会肚饿记在心中一辈子也忘不了啊！这是个书呆子，请坐。老汉，我告诫你，请便。哎呀，慢着，像我那个老伴去世，就留这么一个姑娘。也老大不小了，看这位相公，人有人才，文有文才，外加着一肚子的酒菜，倒不如把他招门纳婿，儿婿两当。倘若我过年之后，他们夫妻俩抓把土，把我给埋了。这话又说回来呢，我要是死不了，他们俩商量把我给活埋了。哎，话说当面。老汉有一言不好启齿啊。与我今年当年听见了，刚才那小姑娘您看见了？看见了。那是我跟前的。是千金，今年16岁。16岁。他叫金玉奴。金玉奴是老大不小了，我看相公也不错啊。哎，但是我心里想着，老大，你想怎么样啊？他是这么回事，这姑娘啊，老大不小了。他就姓奴，我看相公您也不错。是，但是我心里头想，老大，你就这想怎么样啊？这是这么回事。老大不小了。是是啊。我看相公您也不错。我想着，你到底打算怎么样啊？我打算揍你。严重点。你不老赶着呗？这是。坐。我有意将小女许配阁下，作为姬妯，不知尊印可纳否？咱们思忖思忖。哎呀，心比方才那一小姑娘，虽然是个白头之女，但你聪明伶俐，我已经不免答应她的亲事，定了一个安身之处，只要我在所住掉。啊，老张，云别云了，这是我一品四品你好，咱们爱好做亲，不要这够使闹。
你会说大话吹牛？是大话？我是会的，会的，会的。咱们请一下啊，好，大家演戏演戏，演戏演戏。啊，有奉老大人，你是大官人，想起预备下粮，预备什么？正是父官一点要带的，下配一点要穿的，还银千两。哎，不不不不，要还断不断？哎，不不，一定要奉大人收下。哎，不不，一定要收下。哎，一定要收下。哎，全城。又撕破了一块呀！顾老爷子花大发了。小老儿预备下了，预备什么？象牙床一座，要的；闪缎被褥100床，我要这是一种。留着顾老爷，你慢慢的盖呀。哦，多谢了，顾老爷这儿来。哎，将来你还有个打算指望啊？什么指望？老汉我有铁卷一束，行杖一根。嗯，倘若我过年之后，啊，你们姑俩也好禽兽我那杆上的。有。哎，走着，饥寒，保暖，饿得保暖，甚死做官。到了，找大哥茶。大哥在家吗？大哥，谁呀？是我呀。哎，老大哥，大哥，大兄弟来了，屋里来，屋里暖和，进来，屋里暖和，屋里暖和，进来。哎，来，哦，见见众位叔叔大爷们。众位叔叔大爷们。有礼了，嘿，真会说话呀！红门中的秀才嘛，这是谁呀？给您侄女招了个姑爷。哦，我挑个日子给他们王正混呢。我还没选日子呢。对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今天的日子就是好啊！是好日子。对了，我什么也没预备，我跟你学没学嘛？学吗？学吗？哎，兄弟。有什么东西吗？我这儿有红的。红的，好嘞。嘿，大哥，哎，红的。哦，红的。怎么是条裤子？我有口才啊。什么口才？叫金银满裤。金银满裤。对了，大兄弟，哎呦，白裤腰把它撕了。这还有个吉星话呢。什么吉星话？叫白头到老。白头到老。对了，兄弟，有你的。来，请顾老爷入库。啊，没袖子，顾老爷。哎呀，是条裤子，是条裤子，您给我穿上吧。哎，装俩袖子就是德胜把罐儿。对了，姑娘的盖头布呢？我跟你学没学呢？行吧。带来了没有啊？我这一块盖头，给我瞧瞧。嘿嘿，大哥，哎，真是一块盖头。哎，好，兄弟，哎，好话多说。我搀姑娘去。就是我呀。复议，再复议，一块沉香炉，雕成一马鞍，诗人往上画，步步保平安，冬月缠新人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相拜，搀入洞房。恭喜！大家之心！大哥，我们走了。别走！怎么了？家里有现成的杂货菜啊，又有老烧刀，咱们哥几个来个互请会。好，请！哎，好，大哥，请。
谢娘子啊。啊，娘子，你手拿活佛啊。这是我爹一件破褂子，啊，我把它缝缝，也好给你驮着喊呐。哎呀，好可惜的娘子啊。日天当时暖意无言无虑，从今以后永不出门，在家陪伴娘子，你看得如何啊？相公说的哪里话来，哎，今乃大比之年，就该上京赶考才是啊。我才吃了两顿饱饭，就要我受那风霜之苦，我是不去的呀。你不去，难道说你还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早有打算了。哦，你有什么打算？你说给我听听。但等岳父大人不免之后，又要亲手他那根杆儿上我的。怎么的？原来你要亲手他那杆儿上的呢？是啊。你有心胸。本来有心胸嘛。你有志气。我的志气却不小啊。相公啊，我的你呀、啊！哦，那半天感情，你是舍不得我呀？是啊，你舍不得我，啊、我也舍不得你呀。哎呀，这边如何是好呢？哎哎，我跟你去好不好？哎呀，只怕岳父不允呐、啊。不要紧的、哎，把我爹请出来，咱们商量商量。好，商量商量。有请进。岳父。哎呀，这么早就起来了，不多睡一会儿吗？爹、啊，您姑爷请您呐。啊，请吗？啊，哎，好好好。啊，岳父大人。穆老爷，请坐，请坐。哦，是是是。整个呢，你们不多睡一会儿，这大清老早的把我给夺弄出来，天了出来、哎、有什么事啊？爹呀、啊、您姑老爷说话了。他说话了啊？哎，真难得还会说话啊。不是，说什么来着？他说今乃大比之年，他要上京赶考去了。好事，别拦着。可是他说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说什么呀？他说他他舍不得我。他舍不得你，那么你呢？我呀啊，我你怎么
拦着，别拦着，你怎么样？我呀，我也舍不得他。哦，他舍不得你，你也舍不得他。你们打算怎么样呢？打算着，跟他一块儿去。得了呗。哪有赶考的君子老爷带家眷的呢？我还没听说过呢。对呀，啊，我们是恩爱的夫妻，难以割舍。是啊，我们乃是恩爱夫妻，难以割舍。你说我的眼睛？哦，是是是。哦，他舍不得你，你也舍不得他，你们是恩爱的夫妻，难以割舍。哎。你们就是舍得我呀。哎，真是想不到，这没几天的功夫，这就是恩爱夫妻难以割舍了。要是这么一走啊，把我老头子一个人留在家里，倘若我有个灾了病的，谁来侍奉我呀？不是，哎呦，我想起我那老伴来了。你怎么死得那么早啊？哎呦，这老婆子，我的宝宝。您这是怎么了？您姑爷上京赶考乃是一件好事啊，倘若得中一官半职的，岂不是您老人家的光彩体面吗？好啊，孝顺此番地，至死得一官不完之回来，岂不是你老人家的光彩体面？哎呀，得了，这下巴壳怎么差就坏了？知道吧？哎，你们俩年轻，我也不放心呐，我跟你们一块儿去。这个，哎，我去还有个好处呢，咱们又没有路费，这一路之上沿途教化，有吃的，又有了路费，咱们不就到了京城了吗？那可好，咱们走啊！走，别忙，什么？我还得交代交代。我不交代你，不交代八个字的考语啊？什么八个字啊？擅离之手，弃杆逃走，将不严加一处啊！哎呀，好厉害呀！厉害呀！我说是，说是。哎，我把我兄弟叫来，交代交代。兄弟们呢？兄弟们呢？喂，来了，有事啊，有事。大哥，来，来，有事。哎呀，怎么了，兄弟？怎么着？来，啊，今乃大比之年呐，姑老爷要进京赶考，好事别拦着他，让他去呀，啊！别拦着他呀，啊，姑娘要跟你一块儿去。哎呦，赶考的举子哪有带家眷的道理啊？我也是这么说呀，他们是恩爱夫妻，难以割舍。哦，我也不放心，我想跟他们一块儿去呀，啊。那您的差事交给谁呀？交给兄弟你了。哎呀，小弟我才疏学浅，不敢当此重任。哎，不。贤弟大才必有大用，不必推辞，就此看杆儿拜过。是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好，坐，哎，留着，哎，是啊，谢谢。姑伯送别心难受，堂前一去是不是来也有？哎，是不是好了，别来再叫死了，兄弟们呢？大哥，我告辞了啊！我告您了。舍不得好兄弟，心中难忍。我只得为姑爷进京求命呐，一路上无盘费，小无花我一份。大哥，走好！哎，咱们回来见呐。
快点说话。哎呀，兄弟们，一个将军一个令，一个师傅一个传授，如今大哥走了，这个差事交给我了，大伙儿就得听我的啊。有事没事？没事，没事咱们退场。还得意、哦、这是我的腹中寂寞的很啊。怎么你饿了？是啊，我爹上大街要饭去了、想必就要回来了。 哦你先忍着、我去瞧瞧去。哦，是是是。要了一碗剩饭。哦哦，来来，你快吃吧，这两天都饿瘦了。爹，我不饿。啊，您姑爷饿了。姑爷饿了啊，先给他吃，先给他吃，先给他吃。相公，我爹要了一碗剩饭，相公请用。哎呀呀，多谢了，多谢了。有奉亲用的，吴老爷您吃吧。我吃饱了，我吃饱了。是娘子请用啊。我呀、啊我还不饿呢。哎，吃吧。哎呀，好一个仁慈的岳父，贤德的娘子啊。喜来到，读书之人真荣耀，是金榜题名高官做，富贵门前草，前草草，前草。我暴露的，今有目接目的老爷得中第八名进士，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。有嘞，待我喊叫两声，暴露他来了。报喜的来喽！报！您是干什么的？报路的。报路的啊？报的哪位啊？穆君穆大老爷。穆大老爷啊！您后会啊，后会啊，是后会后会。哎，没想到哎，在这儿上。穆老爷，暴露的，您中了，中了！哎呦，大夫，吃点，大夫吃点，别别别别啊！坐下坐下，您失了官体，哦，端起来。哦，是是是，坐下坐下。老爷传你呢。哦，跟我进来。是是是是。这个老爷，参见穆金穆的老爷。有保单吗？有，呈上来。是，外头伺候。是是是，外头伺候。穆老爷，保单。哦，是是。
岳父，请看呐、啊，我不认识字。哦，是娘子请看。你念出来，我们大家听吧。对了，顾老爷您看，大家一头观看。哎，您看吧，您看。是报贵府穆大老爷应机，这种家臣和第八年进士西八官连元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怎么样了啊？喂，你怎么样了？中了啊！你中了 啊， 啊！我这肿了，对不对？哎哎，是是是是是。哎呀，好啊！怎么不理我这茬儿了？有嘞，我把他给扫出了。辛苦了，哎，没什么，还没走完呢。没，请您回禀一声、哎，没别的，讨俩赏钱啊，讨赏。哎，有有，哎。辛苦了，哎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老爷说了，哎，说什么？没什么赏金，啊啊啊！这有半碗剩饭，您吃了吧？你自己留着吧。谢。哎，您瞧我的眼力怎么样啊？真不错，真好啊，眼力啊！可是啊，他做了官儿。您就是夫人了，我是夫人，您就是老太爷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就是老太爷了。啊、嗯，这可是个乐儿、啊，是个乐儿、啊，是个乐吧，总得乐乐吧，雅儿哟。哎啊、重是重量，从今以后，大哥。要拿出信我也听来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哪知道啊？怎么刚得了重就发那么大的脾气呀、啊？就是说呢，爹，哎，像您那么大的岁数、嗯，跟着我们出来，一路上受尽了千辛万苦，还让您受这个委屈，我这心里头别提多难受了。孩儿啊，嗯，我听人家说呀，嗯。官儿大脾气长啊、哦、做官儿总得有点脾气，没脾气还能算是老爷吗？哦、爹呀，你也不要计较于他，嗯，往后您就少说几句、哎、你也得多留点神、哎、有道是言多语失，往后什么事您就看在女儿我的份上了。往后什么事、啊、您就看在女儿我的份上了。只要你们夫妻俩和和妹妹的，我算得了什么呀、嗯、我算不了什么，那就好，没事没事、嗯、别往心里去、嗯、没事没事、嗯榜题名姓是平地一声雷啊，又到了报路的来喽，报喜的来喽，老大、哎、什么时候又来了？恩访穆大老爷、啊、江西德化县正堂，请您回禀。候着，哎，候着，哎，候着啊。
回禀顾老爷，外头又有了暴露的。说话查。告诉你啊，老爷传你呢啊，老爷可长了脾气了。啊是啊，刘成啊，哎哎，跟我进来。哎哎，谢谢。参见穆大老爷。有保单吗？有。陈长老师，来自策马站，请进。的花仙正看，哎呀，谢天谢地，来，有，替代本首，是。怎么又不理我这茬了？我还得把他给笑吐了。没别的，还跟您讨俩赏一下。要赏还是半碗剩饭，你自己留着吃吧。哎，我还留着呢。相公得重可喜可贺呀。重是重了，这是无用金钱也是枉然。爹，你想个什么法子吧。哎，我到外头看看有放官吏在没有。哎，你看看。哎，哎，有方官吏在，往这儿来呀、啊！来此一事，里面有人么？干什么呢？你们是？来是江西德华县正堂班班衙役，迎接穆大老爷上任。候着，候着，候着，候着。回顾老爷的话，江西德华县三班衙役迎接顾老爷上任呢、啊，让他们也搬一搬的地界。是。老爷传话，叫你们一百一百的进去。哎，一般一般的进去。哎，对，一般一般的进来。与老爷叩头。完了。与老爷叩头。哎，一边一个。与老爷叩头。别站幺蛾。是你带来问世官道，迎接老爷上任，太医请唤。父母幻想开道大人吗？
风急浪大难以行船，风狂浪大难以行船，就在此处弯船，就在此处弯船，啊，弯船喽！啊，上得船来，好汉将军，你我夫妻同饮尽杯，妾身奉陪。来，叫谁呢？青儿，青儿是谁呀、啊？青儿，哦，叫我呢。哎呦，真的这是。这倒好，我又成了金儿了。哎，金儿，哎，就金儿吧。哎，此番到了任所。待我妇女好啊，就还则罢了。倘若是虐待我们爷俩，嘿嘿，我叫你当真那些个童年，哼，给我吐豆汁儿！哎呀，这天不该，万不该，不该与丐头之女为婚。你便到了人宿，如父是个丐头，妻子是个贱女，倘为同饮闷君笑，岂不耻下问勇？哎呀，这！哦，有了，我不念。将他女儿还之船头，趁那一水之中，将他女儿我就吞云了江而死。哎呀，你好良心啊！婴儿，婴儿啊！皇上早，今儿尚未说一种
我不免在此加水片时不再去下手。
夫人。难得夫人如此雅兴，只是外面风狂浪大，我要上吊你的雨厅呀。我会慢来慢来，今年好雨当空，正好赏你一回，待我搀扶与你。夫人，高兴了。我回看。慢来慢来，夫人，你看，那边一身金色的鱼在那里。是啊是啊，好看的。鱼在哪儿呢？在哪边呢？在哪儿呢？在哪边？在哪儿呢？在那啊，对呀。新团家园有吩咐相传龙案，不能相传龙案，对了。
什么地方啊？这是林大人的官船，救了你的命，还不快点上前谢过了？多谢大人夫人救命之恩。罢了，这一女子姓石名顺，因火落水，用笔慢慢讲。先正堂乃是老夫的属下，我自当有处置之法。多谢大人，只是我落水之时，我弟弟还在他的船上，并要受他所害，望求大人快点放我下船，寻找我那苦命的爹爹。来源又不足取之眼将寻找金凤老丈夫的由，我命大了不收。
上仅有这样恩将仇报之人，老身听了也难容忍，到了人所定要将他还进衙来，狠狠地教训他一番，欲与怒出气，然后使你夫妻重圆也就是了。多谢夫人的好意，那墨迹刚得了重，就嫌我出身贫贱，才把我推入江中，我怎能再与他重做夫妻呢？只求大人夫人与我伸冤报仇。怎么，那木鸡嫌你赤身为贱么？啊，老爷，我有你将这一怒收为女一日何？朕哄我你啊，愚奴，我儿老有意收你为民林女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这啊，大人夫人若不嫌弃，请上少女儿一拜。有大娘，丫鬟有，看不了爹后看进你是了。老爷，愚奴受此冤枉，你是怎样与他做事？到了人所，我自有安排。家园到此，不报我去。脚不跟，在大街之上行走，碰撞于我是何道理？你这个人呐、常言说得好，低头走路，抬头看人。你撞了我，还说我撞了你？真是想不到，我心中怎么那么倒霉，走路还有人来跟抓来，得。你就是金松吗？啊，我叫金松，怎么样吧？金老长，不敢当，为何这样称呼啊？金老长有所不知，今有江西八府巡按林大人在那江中救得一女，名唤金玉奴，何时你
的女儿，不错，这是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就是。大人之命，沿江寻找金老丈，与你不名相会，快快随我去到万春。但我谢天谢地，我的女儿有救了。花下去，我怒不欢免贪年见，单传难唱得花儿先进见。遵命。下面听者，大人有礼，我怒不欢免贪年见，单传难唱得花儿先进那见。啊不在寒窗不应不上清报，江西的花仙今天我对那昌县之县真诚告花仙。对此长天大大而为贤妻少礼，大人哪位是母鸡母贤妻？谁知母鸡母贤妻此番上任何曾写卷否？这谁知上任之事，母亲今日都随同上任，天知半江之中他失足落于江心而死，两足落于长江了。这是荒唐。母贤妻，方才听你言道，宝卷失足落水，令人伤感。老夫有一言，不好启齿。大人有何进言？当言起讲。朕贤妻相见。啊，明兄，明兄，林大人之意，你晓什么？下官不知呀。恭喜年兄，贺喜年兄。你从何来呢？林大人有一女儿，人才出众，死得举才。
有意将他许配于你，不知年兄意下如何？这还不相亲吧？哦，是是是是，如红大人请上手相亲一拜。不用拜了，两日自有叫声官娘，心情不好，我有不报之耻，要担待一儿，卑职遵命，留在安远府居住，昨日与你二人完成画作，随我后堂来呀。
大吉的姑老爷来了。我们这儿有个香风。什么香风？新姑老爷入洞房，先打40大棒。对，若是不打你，就不准入洞房。哎呀，打！难打！难打！哎呀，收下刘金！哎呀，收下刘金啊！别打他了，叫他低头而进。是了，听见没有？哦、叫你低头而进。哦，是是是，低头而进啊！我人来了啊！脸朝外跪，听见没有？啊！叫你脸朝外跪。哦，哎呀，跪下！啊！哎呀，好大的家跪呀！小姐，他跪好了。下跪的可是莫姬吗？真是。家中可有气势？有点，有点。既有气势，又来招亲。难道说叫我做你的二房？不，像小鸡乃是名门闺秀，那金玉奴乃是贱人。他虽不上人之事，揣凭将心之中，我就将他。你将他，将他怎么样？将他怎么样？我将将不中，他就落水而死了啊！那金玉奴，他死不活你了吗？明白意思啊！你刚得了重，那金玉奴他就会失足落水了呢。你呀、啊，回过头来看看我是谁的、我真要看看您家小鸡是怎样的妹呀！大官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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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官呀！谁是鬼呀？你把我推入江心，指望害我永世不得翻身，多亏恩父林大人又把我救活了。今日在这光天化日之下，咱们看看谁是人谁是鬼吧。不好不耶，方为看一看无意之人。哎，好狗不挡道，挡道不是好狗，你是哪条狗啊？哎呀，又是我的对头来了啊。啊，刘大人，你我见过人情吧。你认错人了。我不是你的岳父啊。我是金儿啊。就是坏张要问你。
饶了我吧，阿如母，请你饶了我吧。啊，儿啊，如今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你就宽恕他吧。继母，这样见利忘义之人，女儿怎能一生再做夫妻呢？你看他跪得倒也可怜，你就忍下他吧。怎么，您还说他可怜？继母，您看他跪的是哪一个？他跪的自然是你呀。不，他跪的是林家小姐，为的是姻缘富贵。义父，您看，您看他怕的是哪一个？自然怕的是你呀。哎，他怕的是林大人，为的是府凤盘禄。他对女儿哪还有什么夫妻之情？女儿岂能再与虎同眠？继母，你就不顾我的性命了？话虽如此，又倒是一女不二嫁，况且夫荣妻贵，你看在今日的荣华，就忍耐了吧。一目花，非是心想不开，比夫妻情相好时我上朝。
下圣人的门神，做官的人你忘却了，正是中国只有你姓名，你竟然产生月下绝情，换我上月就痛为如了，为官也能吃饱饭了，回衙听判。啊，岳父大人饶恕了吧，哼，岳母饶恕我吧，哼。啊，岳父，你是个好人呐、啊，你给我讲个人情吧。喝豆汁去吧、哎、这是我自作自受啊，我敬义父义母救我性命，又以我报此冤仇，此恩此德终身难忘，本当在此伺候义父义母，怎奈爹爹年迈，思家心切，我意欲告辞回乡，侍奉爹爹已度晚年，不知您意下如何呢？既然如此，你父女在此暂住几日，待老夫差人送你父女回去就是，后面陪同大家同儿一起。